大家好，我是小甜心。这里呢是在香港的石澳村了，一起看看香港石澳村的风景吧。沿途呢看到很多私家车停在路边的停车位上。在香港的村屋呢，家家户户都有停车位的，比较容易停车。而且每一个村屋呢都有一个大的停车场，家家户户的房子呢都是自建房，差不多三层的楼房，风格呢比较独特。在香港的市区找个停车位太难了，停车位的收费呢差不多一个小时都是25元以上左右。当然啦，过来石澳旅游的，开车过来的，停车费好像一个小时50元，挺贵的。这边专门有收费的停车场，节假日人多车多，很多人都找不到空位啊，停车呢都是爆满。石澳海滩风景优美，比较有名啊，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就是在这里拍的。很多拍婚纱照的也都过来这里取景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来波强烈推荐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